今天带你们看看网红公司同岗位竞争有多激烈。2000，多瑞小友这边本周发片一个，点赞10万，涨粉4万。我已经努力打。鼓什么掌？同样是做沉浸式美妆，人家栗子粉丝破百万，你破10万，不觉得丢人吗？还有你们掉粉的达人，数据烂的滴屎，还在这边笑。回去一人交一份复盘笔记。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。行了，小叶，来我办公室。浩哥，上次和你说数据不好就停号，你还记得吧？嗯。公司考虑到你这边更片量数据都跟不上，所以多瑞小野这个号之后换妮妮来做，你呢就重新调整更适合的方向，有意见吗？浩哥，我再做最后一期行不行？也算给粉丝一个交代。行，自己玩去。谢浩哥。进来哪有怎么一直往前看？换了好几个方向号都没做起来，浩哥直接劝退了。搭讪人也好。艾伦浩，你看我灯架了吗？哎，小野，那啥，今天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以为你不开了，我就拿给你用了。哦，没事，你们用吧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哎，小野，这个数据挺差的。浩哥说要换人了。已经回暖了，为什么浩哥还要这么耗啊？你别哭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不要哭。哎呀，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你当男主了。刚浩哥非要让我给你打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在这儿等。妮妮，拍到哪儿了？拍了。你试拍的视频我给老板看了，很满意。谢谢浩哥。等你拍完，连着一起在多肉小姐的账号上发你。期待你像栗子一样做出第二个百万账号。好了，浩哥说换人的事儿，我们都听说了。没事儿，你不用安慰我。这个号让更优秀的人做，也是对粉丝的负责。哎呦，粉丝都可喜欢你了，你看大家对你的鼓励，加油哦，小姐姐，数据肯定会上去的，你要多拍点开心的。小野姐姐，你要看到大家对你的评论。对啊，支棱起来，别人喜欢你的粉丝。栗子，白宇，来来来，帮妮妮拍个照，收个尾。怎么不动啊？叫你们呢，浩哥。我身体的力量太弱。今天带你们看看小博主在网红公司生存有多难。地上的车来，500万以上的帐篷色区，300万的帐篷色区。哎，小野别弄了，过来拍照吧。啊，来了，来吧。哎，小野，你位置在后面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让一下。哎，就这么等死了。哎，垫脚。哎，准备，开始走。3、2、1，茄子。有什么大博主微信可以顺便留条件，我们就要来加班呀。人家大博主为公司赚了多少钱，你怎么不比一比呢？加班申请我已经报给公司了，你爱来就来，不来直接滚蛋。小野，你这拍什么呢？那个强哥，我那个早上预定这拍东西来着，你们。你这哪到了？不是，我告诉搁哪拍就行了。你这边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那好吧。有人吗？没有。我真无语了，为什么我公司连拍摄道具都要按粉丝体量的排队来领啊？小野，你怎么在这拍啊？拍摄场地被占了。光看栗子那边好像拍完了，要不你去那边看吧。啊，是吗？好。干啥呢？在画小脸树。这是哪儿？走吧，浩哥找我。耶，浩哥，你喊我们？说了多少次了？你们都是大网红，天天在这十几万的小账号串来串去，自己账号还发不发展了？浩哥，大家不都是从小体量慢慢过来的吗？而且互帮互助有什么问题吗？互帮互助也要有个度吧。你们都是粉丝上千万的大网红，要在粉丝面前保持神秘感的，少做点这种自贬身份的事儿。可是，行了，按我说的做就行。小野，谁允许在这偷听的？不是我，人家栗子在这拍，起码能拍出个爆款出来。你呢？看你最近这几期视频，节奏拖沓，妆容不行，天天投机取巧，靠大网红给你露脸就能涨粉吗？浩哥，小野最近也在进步，你这样说有点太过分了吧？刚跟你们说完的话，转眼就忘了是吧？回去工作去。浩哥，我尊重你是领导，但是你针对完栗子又来区别对待小野，过分了吧？怕我归期，怕空欢喜，怕来的不是你，怕没有奇迹。
公司花3000万签的大网红竟然这么大牌。我今天搞清一事，哎，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嘛的？哎，小哥，你到底去哪儿？老板说大网红还有2分钟到楼下，叫我们加机会。哎，快走快走。我们粉丝特别联系我们商量了，今天开启是这么厉害。来来来，我们晚晚也上网红来跟我到大会上，我们给那个大网红抽个场子。好，来了。哎，优姐，我能不能联系他们？不行，老板说中午晚晚也上到大网红来。那好吧。喂，你好。外卖到了，下来拿一下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你放楼下就行。好嘞好嘞，谢谢哈。优姐，签约是什么时候分手？我估计得一个小时才能拍摄呢。哎呀，我这联系呢，竟然非说要留一个小时午休时间，谁把我们聊在这儿？哎，喂，张老师，那个咱们今天晚上休息好了。哎呀，老板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肚子快一个小时了。请假不是来当大爷的，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解决，还要我来出马吗？我怨你们干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哎呀，怎么了，宝？臭臭臭臭，为了买了吃的大行李，他还给我打饭，我又不怕助理凭什么说我？谁啊？哎，就那个大网红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那个文文，一会儿带新网红熟悉点工作环境。哎，优姐，我到地方去吧。那也行吧，那你快点。啊，好好。收益啊。没事没事，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小野，画好了吗？嗯，画好了。那你带新网红去逛公司吧。